下面咱们来说一下咱们精密调制切断机设备的安装。咱们设备长4米，然后加上咱们的放线架距离设备5米，设备占地面积9米就可以。然后咱们除这个接料架的安装，接料架直接放在咱们这个位置，把它对齐，这是接料架。然后就是咱们的放线架，放线架放盘丝距离设备进料口5米左右。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预调值，预调值连接方式4颗螺丝，这边2颗，对面2颗。然后预调值安装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咱们这个调制轮中心对准咱们进料口的中心位置，然后把螺丝紧固就可以。